原标题：刺史、州牧、太守，哪个官职更大呢？在汉末三国这一历史阶段，刺史、州牧、太守这三个是比较常见的官职。比如东汉朝廷曾经封孙权为征虏将军兼会稽太守，比如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，孙权表刘备为荆州刺史作为交换，刘备表孙权为徐州刺史。再比如刘璋到220年，字季玉，江夏晋陵今湖北天门人，东汉末年继父亲刘焉担任益州牧，也即对于大家熟悉的汉末三国历史人物几乎都担任过刺史、州牧、太守等职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刺史、州牧、太守这三个官职哪个更大呢？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一，首先在汉末三国这一历史阶段，刺史、州牧、太守这三个官职中，太守的地位是最低的。太守是秦朝至汉朝时期对郡守的尊称，汉景帝更名为太守，为一郡的最高长官，也即一个郡的大小事务基本都是太守来负责的。在秦朝时期，因为只有36个郡，所以彼时的郡可以说相当于现在的省或者较大的市。但是在汉末三国时期，因为郡的数量明显增加，所以郡的管辖范围大致和现在的地级市差不多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到了隋朝时期，太守这一官职逐渐被废除了，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，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。二，与此相对应的是，就刺史这一官职则在太守之上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刺史这一官职始于西汉时期，不过在许汉时期，刺史主要是一个监察太守等官吏的职位，到了东汉时期，刺史逐渐成为一个州的最高长官。彼时东汉的疆域被分为十多个州，州下面设立了若干个郡，郡守也即太守，郡下面又设有若干个县，由此刺史管辖了一个州，也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了，可谓封疆大吏了，类似于清朝时期的巡抚、总督等官职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州牧又是干什么的呢？三，对此根据《后汉书》等史料的记载，在东汉末年，汉灵帝曾将刺史改为州牧。相对于刺史，州牧不仅是一州的最高长官，而且掌握了该地区的兵权。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，是因为东汉末年各地出现的起义需要刺史掌握一定的兵权，以此来平定起义。为此东汉朝廷将刺史改为州牧，并赋予了州牧一定的兵权，所以从实际权力和地位来看，州牧是要高于刺史的。但是州牧制度的存在也加剧了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问题，比如荆州牧刘表、冀州牧袁绍、兖州牧曹操、徐州牧刘备等都是一方诸侯。四，最后到了曹操、孙权、刘备三足鼎立的历史阶段，州牧刺史制度得以大范围的推行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州要是有州牧，通常就不会设立刺史了，反之亦然。对于州牧刺史来说，因为掌握兵权的关系，所以经常带将军号，任重者为持节都督，轻者为持节，再次者为甲节。比如诸葛亮的好友孟建就在魏国担任凉州刺史，而且兼任了征东将军。再比如曹操的宗室曹休，在魏国曾担任征东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大司马。在三国鼎立这一历史阶段，不管是刺史还是州牧，很多都兼任了将军的职务，以此掌握一定的兵权。而这州牧刺史制度对封建王朝形成深远的影响，比如唐朝时期的节度使和藩镇割据等。总的来说，对于刺史、州牧、太守这三个官职，州牧、刺史、太守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情怀历史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